还有蚵仔。你们看这个龙虾有多大只，超巨大的龙虾 ！Oh my god！我们是坏人。我老公说我们是坏人。嗨，嗨，大家好，我是 Elisa。我是 Sebastian， 然后他是姚明。What's up, Taiwan？ 今天有我们的新朋友在 video 里面。不是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旧朋友。我是说我们在我们频道的新朋友，因为大家第一次看到他。I'm Luke.Sebastian and Eliza's friend. It's going down in this one tonight. We are so excited to bring you some of the best seafood you will ever have in your life, Taiwan. 我们会给你们看最好吃的海鲜包包，海鲜的食物。对，听说这边是最好吃的海鲜在里斯本。让大家看一下这间名字，因为每一个人来里斯本一定都会来这一间吃海鲜。给你们看那个机器给我们那个号码，这个号码真的很重要，不要排队，你们先要去这个机器。好好，他们有非常多的语言，我选英文，然后看一下你们有几个人。这个哦，然后 confirm， 然后你们会得到这个号码。我们刚刚已经抽了一张号码牌了，因为它有很多观光客，所以如果你来这边的话，就是要先来这边抽号码牌，然后去外面等。好，他们是哦，他讲中文呢。他刚刚说139。真的？呀、yeah. ，很好啊。Okay, 如果你们喜欢喝啤酒的话，其实这边它有那个机器，你等的同时，你可以在这边点啤酒。哇、哦，收腹哦，好满哦，天啊！看一下现场有这么多人在等。我们刚到的时候，他们就送上这个大蒜面包，但这个是应该要付钱。哦，分钟，我们点完餐五分钟，他们就上来了，超快的。Amazing. Oh, thank you. It's pretty good. Yeah, it's really good. It's good. It's really, really, really good. 太好吃了。好吃。So good.Wow, it's incredible. Taiwan, you have to come here to Portugal. Yeah. Portugal, Ramiro, it is really good. Oh, God! It's so good. Wow! So, wait, we're going to eat it? Okay, oh, it's a little cruel. Wow. Wait.口感非常脆，而且它的那个大蒜的味道超香的。This is crazy. This is so tasty. 太好吃了 ，It's great. 太好吃了，好不好？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海鲜。看这个虾子有多新鲜，那个颜色。然后我刚刚吃这个蛤蜊，就是超鲜的，然后它有很浓的那个橄榄油的味道。Oh my god, this is so good！ 就是很单纯的蛤蜊的鲜味加橄榄油的味道。But yeah, it's worth it。我们刚刚说，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排队了，超值得的。OK， 大家，我们刚刚点的那一只活生生的龙虾上桌了。嗨，Formosa。Cheers。Taiwan， we love you guys。Formosa， Wow， there's lots of meat there.What? This is huge! Wow, 好吃！好吃 ，Eliza! Oh God! Eliza, get some. Thank you. So lucky to marry me. 我嫁对人了。老公那么好，给我吃那么多龙虾。那
我们 share 啦，我们 share。Eliza, eat this on camera. This is. Hold on, Eliza. Let me yes. drop your. Was it twice probably? She's crying. Brianna, meanwhile, we're filming on this. Brianna's eating the entire like basically eating everything. Is Meanwhile, she's eating everything. Damn it, Brianna. This is 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海鲜。你看他们用抢的，就知道有多好吃。I've never eaten this good lobster. 这个就是这么超新鲜的， really? 只要加点柠檬就已经很好吃了。OK, 好，我们要享受了。Yeah, no more video, it's over. We're gonna eat this fucking shit now. 我们要享受了，真的太好吃了。Bye. 大家要来，拜。Bye. Total 账单是145欧左右，然后其实我们的龙虾是最贵的，龙虾大概就要100欧了，所以扣掉100欧，大概只要450欧，我们四个人，所以这里算是蛮便宜的，这里很有名，可是还是很便宜。所以如果大家下次要来的话，建议可以不一定要点龙虾，龙虾可以在其他地方吃，因为龙虾这边真的比较贵。可以，现在我们要用 iPad 点餐，然后他们有很多种语言。Oh, this was a good one, right? Shrimp and garlic sauce, right? Okay, 大家，我们现在要来我们前天来过的海鲜餐厅，因为我老公太爱这间海鲜餐厅了，所以他说今天要再来。然后我们刚刚点的东西都来了，他们上菜速度超快的。我很喜欢坚持这个地方，因为一般来说我老公不喜欢排队。他觉得这里，对，他说这个一定要点，这个是那个大蒜虾，他是超爱这一道的。完全没有食欲，喜欢生蚝一定要速度快。OK， 我们刚刚点了甜点，这个是 whisky。冰淇淋蛋糕，哇，他们连甜点都很厉害。Yeah, 大家你们一定要来，尤其喜欢吃海鲜的一定要，一定要来，拜托。拜托。Even the U-bike looks better. 对，大家你们看，就是葡萄牙的那个 U-bike 有多高级。And everything.他们有 Uber， 他们有 U-bike， 他们有那个 scooter。对，他们真的什么都有啊，他们非常的进步。Everything better than Germany， 比德国好。德国真的什么都没有。They also have some lights， but it looks not like this。就是一般的 bike， 可是你看这里的看起来超很高科技。我觉得他们真的走在很前面。好，大家，我们现在已经吃完我们的晚餐了，我们超级饱的。刚刚我们两个人吃了45欧，我们觉得很便宜，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点更少东西就会更便宜，因为它以这样的海鲜的质量，我们觉得真的超级划算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准备慢慢走回我们的 Airbnb，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晚安，拜拜，拜拜 ，Cheers。